仔细请教一下，昨天有提到这个淡水阿嬷，许多人对他很好奇，他的真实性，他又是谁？以前那个民党在寻找那个淡水阿嬷，那个淡水阿嬷在哪里？阿嬷呢？当场被忽略，朱立伦怒。陪住你不可以这么不耐烦，大家这么关心，还不是因为你说？记得有一次到淡水去拜拜的时候，一个阿嬷跟我讲：“你要为台湾，未使跟他为个人。你拿不出来哦，连天公伯都未温温柔你呢。”这一段话让我非常的感动。阿嬷在哪里？我刚才已经说明过了，就是我去过去拜拜，阿嬷上面没有阿嬷，也没有人在朱主席到台东捐党产做公益，可是脸怎么臭臭的？莫非是在回想蔡主席到现在为止提出来的政策，基本上是一切模糊。朱啊，你是否多国语言练过头了？德里马卡西，感恩。萨拉梅，我困卡。Joe， 你饿了？这么弱？叫你的阿妈来了。戴森温馨提示：今日天气转凉，戴森 J Focus 喷射控流技术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